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9面，第二行，从第二行看起。又大悲经曰：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故知善根是清因，从因得果，果具种子，复作圣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舍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大悲经上这几句话意思很深，明了之后我们就会欢喜种善根，欢喜行善事，一称佛名。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句佛号是善中之善，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的中心点，就是这一句名号，是众善的枢纽。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能跟它相比。我们是在读这一部《无量寿经》，差不多读了一大半了，恍然大悟啊！那我们种善根怎么种法呢？真的，经上讲得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世出世间什么善根都种了。如果让这个善根早一天发芽、茁壮、开花结果，你必须对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真正的意趣要能够略知一二，我们现在知的不多，这略知一二了，那受用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你知道的越多越好，越清楚越好。为什么？力量越大。力量从哪里生的？从心想生的。唯有你真正清楚明了，你的意念这个意跟念才能够相应意佛跟念佛才能相应也就是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法身大事念念流入沙婆若海，有这个味道在呀！这是圆正三不退的境界。那么我们对它不很了解，不很清楚，念有是善根，没错，功德。不显著如果能把杂念念掉呢，决定能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当然没问题了。你智慧开了，你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无尽的感恩之心自然就生出来了。
啊，所以经不可不读，不可不听。念佛要求决定超过我们的杂念啊，24小时当中杂念少，佛念多，这就有把握往生啊。可是我们不念佛的时候杂念就起来，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呢现前的现象。那用什么方法把杂念去掉呢？念佛，一心念佛，杂念就不见了啊。所以底下讲摧伏一切魔君，什么方法？就是念佛。什么是魔君呢？杂念。这个方法妙啊，我们都把它抓紧了。啊，大悲经这个四句念牢，下面有简单的注解，说得好：故知善根是清净，一称佛名，这是善根。善根是成佛的清净，从因得果，果里头又有种子。那个种子又是来世的因，因果辗转无尽呐，永远不间断呐。那所以菩萨具足啊种种妙德，下面所说的都是菩萨的妙德。只有这种真实的功德，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头一句就说摧伏一切魔君。啊，摧伏是破除降伏的意思。啊，魔就是杂念，就是障碍。啊，经论上常讲四种魔。啊，四种魔里面最重要的五阴魔，色受想行识。五阴呢，色是肉体，有肉体你说你照顾他多麻烦，这折磨自己。所以高级的凡夫不要身体啊。老子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老子说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要没有身多好啊，啊，没有身多轻松啊。这身没有了，但是还有受想行识啊，无色界天没有身，有受想行识啊，啊，我们称作灵魂呢，那还是折磨。如果受想行识都没有了，多好啊！啊，受想行识可不可能没有？可能，成佛就没有了。把受想行识还原了。还原是什么？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性德了，自性里头本有的。迷了之后就变成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带给我们的折磨啊！我们看到许多人忏悔，内心里头的痛苦。那他不是从肉体，没人打他了，没人鞭他了。啊，内心你们那么痛苦，那就是，那是五阴里头的受想行识的魔。啊，烦恼是魔，死魔，还有个天魔，
天魔是什么？是外面来的灾难啊！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灾害，佛家称之为天魔啊。这四种魔用什么方法相处？哎，一句阿弥陀，真能相符，这妙极了。啊，无论是精神上是肉体上的灾难啊，只要一接触，把它统统放下，一句佛号提起来，它真能解决。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提起，就自然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加持力量有多大，完全看我们自己的真诚心，就印祖所说的，一分诚心得一分加持，十分诚心就得十分加持，百分诚心就得百分加持，完全跟诚心心成正比例。啊，没有诚心心念得不到加持。但是念总比不念好啊，那个加持的效果就是说一妄念不会起来，那是效果啊。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管念时间多长啊，一个杂念都没有，那是佛力加持。智多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处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军众，这个军众叫一群众，称为魔军。啊，这是解释这个魔。我有一点都不假，所以通常我们讲妖魔鬼怪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周边，就是我们周边常常去接近的这些人物，你怎么知道？啊，你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子女跟父母四种缘。你想想看，这四种缘什么性质？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尤其是亲情难断的，这头一个魔障啊，这亲情啊，那你不能自在啊，你不能得清净心啊，那你常常有惦记，常常挂念着，把个佛的全部忘掉了，应该要挂念佛，要惦记佛啊，你怎么惦记你的家人的时候就完了，惦记家人搞六道轮回啊，搞什么呢？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报恩报怨嘛，讨债还债不就搞这个啊，你对他非常亲热啊，啊，对阿弥陀佛很生疏啊，那是外人啊，没放在心上啊，所以你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天天希望你啊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你搞错了啊，你执着这个亲情，亲情就是第一个大魔啊，因为他与我们修
往生净土做障碍，他来为难了，做对，他就是不让你去。啊，所以总而言之要认识。啊，我们喜欢的人是魔，我们讨厌的人也是魔。啊，讨厌的是什么？叫你生嗔恨心，嗔恨心就叫你堕地狱。你看，他把你往地狱拉。啊，你喜爱的人，啊，生欢喜心贪念，他把你往过轨道拉。啊，贪嗔痴吗？生恶鬼畜生地狱吗？他不是把你往好地方拉了，他把你往坏地方拉了。啊，所以这桩事情，只有真正学佛的人，他才明了。啊，他才有很高的境界。啊，这个念头起来，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才起来，立刻就换成阿弥陀佛。啊，古大德这两句话好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是什么？一句佛号提起来就。啊，一念那个贪念恩怨，那就是魔。啊，不管什么人，总得要知道。啊，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有一个好办法，把所有的人呢，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亲人是阿弥陀佛，冤家也是阿弥陀佛。哎，见到都是阿弥陀佛，不生贪念，不生嗔恚，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要用熟，要是生处转熟，啊，熟处转生，功夫就得力了。功夫也得力，生死自在啊。现在这个世界，因果报应呢，好快。太明显了，啊！只要我们稍稍冷静一点观察，你就都看到了。啊，心浮气躁的人看不到，心底稍微清净都看到，果报就在眼前了。啊，真的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摧伏一切魔君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那总的原则就是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嗔恚。啊，顺境起贪念，恶鬼道。啊，如果是过分了，就变成地狱道。逆境里面生嗔恚，这很容易啊！啊，不知不觉了，全都堕地狱道去了。所以顺境我们感恩，逆境也感恩。为什么？他来考验考验你，看你修行功夫啊够不够，你能不能忍辱？不能忍辱，那就算了，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该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啊，真有功夫呢，魔就退了。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啊，他老人家在往昔修菩萨道，修忍辱行，遇到格离王。这个故事在《大涅槃经》有很详细的记载，《金刚经》上只是提了一下，为格离王割截身体提了这么一句。啊，详细在《大涅槃经》，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奇耻大辱啊！忍辱仙人的心好啊，心善行善，无缘无故受这么大的侮辱，凌迟处死啊，任何人都无法忍受。没想到他完全接受了，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一直到他命中，最后还告诉格离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他的话兑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乔成如尊者就是当年的格离王，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启示，了解这一桩事实真相，回报我的人，感谢他，侮辱我的人，感谢他，占我便宜的人，坑我拐我骗我的人，感激他，做还债相，陷害我的人，感激他，陷害到极，你说今天人妨碍你啊，妨碍你最明显的是名利啊，我不要名了，名放下了，他就没法子妨害了，这叫享福啊，利啊，出家人信徒多，人家赞叹多，供养多，他也造谣生事，把这些人都推走了，都离开了啊，都以为哎呦，我这个师父不是个真正好师父，他是装模作样骗我的，我不要命，我也不要利，我也不要人赞叹，我也不要人供养，我就没法子了。啊，只要你有分别执着，我就得其便。你要把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对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到最后就杀害，杀害也感恩你。像忍辱仙人一样，那么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软弱克服刚强啊！啊，如火忍辱的大德，能成就无量功德。啊，不能忍，那就一败涂地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常常想到忍辱仙人的为我们所表演的，我们要深心去体会啊。为什么呢？我们在菩提道上会遇到这些事情啊，也很可能呢，遇到很多次。啊，佛菩萨早就教导我们如何来对应。
啊，不妨碍我们修行，不妨碍我们求生净土，不妨碍我们亲近弥陀。啊，所以一生守住一个底线，念佛。啊，不准我念佛，不准我开口，我心里头默念。啊，他能管得到我外表，他管不到我内心呢。灾难越严重，成就越殊胜；灾难越迫切，成就越迅速。啊，所以种种挫折先前呢，不是坏事。啊，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说，那是很难的这个机缘。为什么？他叫你快速成就。在最后有个考试，考题非常严峻。啊，不通过你就堕落了，通过你就上升了。啊，落得快，升得也快。啊，能忍，明理，心地清净，心地有智慧，肯定超越。这个地方说的，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这是真的。啊，真正学佛的人都会肯定鬼神是真正存在的。啊，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啊。啊，决定不是假的。小臣有降魔，大臣没有。大臣为什么没有降魔呢？大臣人认为佛跟魔是一不是二。我以清净心对他，他都是佛；以不清净心来对的时候，都是魔，佛也是魔。大臣确实做到境随心转了，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尤其在这个乱世，只要心清净，行端正，你就身心健康。啊，你就生智慧。你样样都能入法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念阿弥陀佛的心最重要啊！啊，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啊，这是度自己。度一家，度这一个地区，度这个地球，唯一的妙法，真实不虚。尊重奉师祝福，本经第四十一品。为往生原地者，于莲花中不得出现，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思佛也。这里头
有引用经中的话，啊，佛所说的。啊，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边际，往生到边际的人，在莲花里面，莲花不开，他见不到佛。啊，期限呢？有，不是无期限的，最长的500岁。500岁是我们人间的500岁，在极乐世界也不是太长。啊，所以暂时见不到佛，不像入品往生，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叫入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佛，啊，边地往生的佛来不来接引呢？我们好好想想看，佛要不来接引，哪个地方是极乐世界他能找得到吗？啊，所以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慈悲，肯定接引。啊，接引他之后，他就坐在莲花里头，莲花就合起来了，见不到佛了。啊，他在极乐世界去了，什么时候花开，他就见到佛。啊，最长的时间，500岁花开。啊，那么500岁之内呢，不见三宝。啊，不见三宝，当然他就不能供养奉祀诸佛。这个尊重奉祀诸佛，这是修福报啊！啊，成佛，诸位要记住，成佛叫二足尊。啊，你看皈依佛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二是什么呢？福报、智慧，这两种都满足了，就是圆满了。啊，佛是福慧两种圆满，所以到极乐世界，哎呀，修福啊！啊，极乐世界修福容易啊！啊，他们每天有能力分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去奉祀诸佛，修福。啊，他们的机会太殊胜了。供佛当然会听佛说法。啊，每一天都听10万亿佛说法，都供养10万亿佛，你说那个佛会还得了？啊，随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福慧。机缘呢，太殊胜了，成就太快了，这一具足，一满足的时候，他就成佛了。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何以成佛那么快？啊，这个提供给我们资讯呢，我们能体会到就明白了。它当然快呀！啊，我们这个世间见不到佛，只有用泥塑木雕、啊彩画、画佛像、画菩萨像来供养。啊，没有看到真佛。极乐世界人不一样，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真佛，他有能力去见他，去供养他，
就跟他学习。啊，固执。下面这句话是弥陀经上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你才能见佛与是佛。啊，这一句话完全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今诸菩萨能奉持诸佛，正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现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个个都有能力，都有神通，都能够分身。他分身不是分几百个身，啊，几千个身，他能分无量无边身。奉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以正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啊，为师明灯，世事世间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设法界，特别是讲六道众生啊，在这个里头做世间的明灯啊，啊，这就是做知思教化众生啊，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就是为是明灯的意思啊。下面有解释，明灯与菩萨智慧，照破众生迷暗，令众生开解真道。啊，这叫学。所以，佛是佛的事业，菩萨是菩萨的事业，全是教学。啊，这个教学里头最重视重要的啊，也是佛最重视的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文字不多，只有5000多字。其中里头有一句话，我相信读过金刚经只要读一遍，他的印象最深就这两句话，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两句话佛在金刚经讲了10多遍了，重复十几次了，念念了之后印象会非常深刻啊，受持佛教导我们，我们接受了，持是保持，接受不会失去。啊，这个经我读，对着本子读，不对本子叫背，叫背诵。啊，受持读诵是这里，后面为人演说，演是表演。我把佛教我的，我把它做出来给大家看，这演呢，做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一定有问题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说。
所以演说是两桩事情，演说是身心，说是言教，身心言教啊，就是为人演说啊，利他了，那就是明灯了。帮助一切众生开解正道。他也明白了，觉悟了，他也真肯干了。经营素云：自具智慧，能生无解。明是灯明，这就是经营素。是隋朝慧远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他这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这个本子中国流通很普遍，我们早年学《无量寿经》就是用这个注解，怎么称净严疏呢？法师一生住净严寺，后人对他的尊称不称他的名，不称他的字，而称他地名。这个地方有位圣人，这是最恭敬的。像智者大师，人家尊称天台大师。窥基大师不称他的名，称慈恩大师、慈恩寺。称这个寺庙的大师。世间人一样，你看满清末年李鸿章，人家称他说李和飞，称他地名。这是最尊敬的政府。和飞出了这个大任务。那佛门的时候也有这种称呼，尊敬，所以称为净严疏。说自具智慧，能生我解。你看，他不是能生众解，众是众生呢，能生人解，他不是，他用过无，无是什么？无是十法界全包了。如果这是人呢，那十法界只有人道。天呢只有天道。他要用众，众是众生，这个范围大。用无，无包括十法界。所以无的范围跟众的范围差不多。都是广义的，再往外推的时候，可以包括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可以包括在里面。他们都能够理解，能生呢，这些天地万物，对于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教学都能够理解。这叫灯明。灯明就是明灯的意思。此处物质即是指众生也。自具智慧也，就像灯。灯光照射，能显众生，欲令众生开发性解。故云为是明灯。这个意思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自己修行，智慧开了。那就是光照十方啊。
光照十方里头最重要的是要众生能解、能知、能解。啊，怎么个照法呢？真实智慧、真实功德，完全落实在戒律，就是落实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叫做戒律，啊，或者讲律仪，啊，律仪讲的意思更好。啊，仪是什么？仪是你的表现，行住坐卧的表现，生活起居的表现，待人接物的表现，啊，也是表现在外头，让大家看到。啊，大家看到，觉得好，这个好。那么在中国就讲的是礼，叫礼仪。啊，佛法讲律仪，律跟礼是一个意思。啊，仪是仪表，一定要表现在外头，否则人家怎么看得出来？啊，人家能看出来，他就能学。啊，他看了欢喜。他看了羡慕，他看了觉得这个好，就跟你学。所以什么都得要做出来给人看。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了。啊，生活当中做出来了，清净不染。啊，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行健康的，没有染污。那在工作里面表现，工作是教学。啊，教学当然，身心研究。啊，佛所制定的戒律，每一条都做到。没有一条他没做到的。弟子规里头一共113桩事情，条条做到啊，不是刻意去做了，他已经变成自然。啊，决定没有刻意在做，这他说透了。啊，心是真心，真心所显示的就是律仪。啊，所以律仪是经论的具体。表现在外面的样子。从表现的时候能体会经论里面的智慧功德。为什么？表里一如啊。真有智慧的人从表看到里啊。从里看到表。所以会议书里面说，照世间迷暗，故云为师灯明。为诸菩萨能照破世间痴迷与昏暗，故如明灯也。我们想想，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有没有能力？
照破世间痴迷昏暗。我们也有点小智慧，看到现在社会一切众生的痴迷昏暗，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看到是光啊，智慧的光啊，我们的光不足，只能让自己看到，和不能让他们看到。啊，菩萨的光很厉害，自己看到，也让他们自己都看到。他们怎么看到的？他们看到菩萨的真实表现，觉悟了，是这么回事情啊。我们今天是看到了，但是我们自己没做到。我们那个不痴不迷的样子没做出来。啊，也就是我们真正要做到内心里头不贪不痴不嗔不慢不疑。啊，内心里头要做到。光一放出来，那肯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肯定做到。这个表现在外面人家看到了啊。再就是在情绪上来说，不怨不恨不恼不怒不烦啊，表无论在什么地方清凉自在，满面春风啊，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你把这里表现出来，这叫光照，人家就觉察出来。啊，看到你身心健康，你法喜充满，他就受感动了，这就光照到他了。所以我们今天自己照到了，照不到别人，这光太小了，也就是没有把它做到。啊，做到了肯定就照别人，就影响家庭，影响社会。啊，影响人，人变好了，周边的人都变得像我一样了，这个团体越来越大，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整个地球。啊，所以现在我们明了啊，我们居住环境的小点，这个小点很重要。我们读古书看到舜王，舜王居住在那个村庄三年，那村庄人个个都懂规矩啊，全被教化了啊。舜王没有意思就教化了，自自然然感化了。你是这一盏灯呢，你照了三年呢，别人的黑暗全没有了啊，他那个迷暗都没有了，这叫真修。世间人尚且如此，何况佛菩萨啊，学佛这样学就对了啊！如果还跟世俗一样的迷暗，
那就是佛门的罪人了。为什么呢？世间人看佛是这个样子的，这佛要他干什么？现代社会，多数大众已经对佛法质疑了。如果没有人来挽救，佛法会在这个世界消失掉了，因为消失的已经太多了。印度周边佛法全没有了。当年世尊弟子四面八方去弘扬在最初的两三百年现在全没有了。西域、伊朗、阿富汗，这一带都是古时候佛教国家。距离印度近，印度一些高僧大德都在那边弘法，所以从西域传到中国。中国当年汉明帝派遣特使到西域去寻求佛法，直到现在的新疆遇到了摩腾诸法兰离请他们到中国这两个是印度高僧。印尼我们去过。日月我去过三次。每一次都到那个他那边有个塔，古塔。是公元70几的遗迹。证明公元70几之前，那边佛法很发达，现在没有了。唯独传到中国这一支大乘，传小乘这一支传到南洋、泰国、缅甸、吉普赛这个一些地方，现在还有。可是今天是科学昌明，大家都学会了怀疑。今天对佛教、对宗教提出质疑，宗教对社会、对人类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如果我们要明白，要觉悟，经典里教导我们，我们都做到，佛法对社会就真实的贡献了。我们地区要学菩萨，菩萨是我们的好榜样，这大乘学净宗，我们早年接受黄念老的教诲，他告诉我，夏莲老希望把净宗学会发展起来。在国内没做，只提出这个名称，没做。所以他希望
我在国外先做。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加拿大净宗学会，听说现在还在。第二个学会是在美国成立的，杨一华居士负责，现在还挺兴旺的。啊，在旧金山桑尼维尔。第三个学会是在洛杉矶，陈锦昌居士在推动的，现在还在，也很兴旺。啊，在美国，在这个加拿大，我当年在那个时候有30多个会。啊，现在可能有很多都不存在了。啊，那么这个会这么提出来，响应的很多。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南洋、马来西亚，有100多个净宗学会，已经注册的有50多，还有50多没注册，但是都有活动，100多个净宗学会，澳洲大概有10几个。现在在日本好像现在有2-3个。专修净土啊，以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净宗学会修学的第一经。基本的理论方法的依据。净宗学会成立之初，我们提出行门的5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都能落实。第一个是净业三福，这是最高指导原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一句：修十善业。所以，在第一句里头是包括儒释道的三个根。第二句，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法，不仅是净宗，所有大乘最高的指导原则。不能不遵守啊。佛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三条叫净业正因。它上面还说的像详细，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三世，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菩萨修行成佛，一定要依这个三条。这三条是成佛的净业正因，你说多重要？我们取它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从哪里落实呢？三个根落实之后，就要落实六合敬。所以净业三福，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很简单，大家都好记。
一定要做到，不做到不行。那做到呢？那你就是世间灯了，你就放光了。啊，做到少分，不够，这个光自照。啊，世间的明暗你知道，你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破迷求除暗，你这也做不到。你能够把这五个科目做到了，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破迷除暗。这叫真学佛。我们起心动念呢，要跟六合相应呢，这不合怎么行呢？啊，他不跟我合可以啊，我要跟他合，你才能感动他。你把他感动了，你就度了一个人。啊，他不跟我合，我远离他，我不跟他往来，这叫抛弃了一个人。那他不愿意跟我弄，没有办法，我还要在那里供牌位，天天给他回向。他这一生当中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知道，死了以后那个能力大了，晓得我一生都在恭敬他。啊，那来生肯定就合合了吗？菩萨称仁者，这个称仁者是我们中国佛门对菩萨的通称，就是尊敬的称呼。仁者下头有无敌呀，那敌就是对怨对呀，对敌呀。无敌，没有敌对的。换一句话叫菩萨绝对没有跟人对立的。啊，有对立的心，对立的念头，他不是菩萨。菩萨绝对没有。啊，他跟我对立，他反复啊。他不知道。我现在不跟人对立，是我学佛明白了，我怎么能跟人家对立了？啊，所有一切对立都产生于误会。啊，怎么误会呢？平常不往来吗？不往来就容易产生误会啊！啊，常常往来，常常交往，彼此都了解了，那好朋友了，啊，怎么会对立呢？啊，不往来，越猜越误，越猜就越错，啊，就造成很深的误会。啊，很深的误会在那一边，不在我这边，我这边完全没有。啊，所以我这边恭敬他，我这一边是天天把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暗中保佑他。有效啊。啊，他大的灾难变成小的灾难，小灾难就化没有了，真有效。啊，他什么时候会感恩呢？他觉悟了就感恩。啊，你的时候不知道，不知道不能不照顾，要照顾到底呀。啊，不照顾他有灾难呢。
我们能忍心让他受灾难吗？不可以啊。啊，所以他不往来。我们每一天，你看，我们早晚两堂课都会讲，从来没有一天中断。啊，我们找不到了。啊，到我们的讲堂来参观的人，到摄影棚来看的人，都看到了。现在的人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我们把父母老师的照片放得大大的，挂在讲堂，挂在佛堂，这个放光啊，放什么光啊？孝亲及尊师，希望把这些迷昏的人、迷暗的人，让他觉悟起来。啊，佛法何等？弘法要契机切理，要知道众生病在什么地方，因病于药，药到病除，这个佛法对社会对众生真有好处啊，真有利益了啊。所以这些人，我们读这个经一定要明了，要明了我们要振作啊，今天这个世界这样的乱，不要怪他，怪我没有做好。人人都能够反求诸己，这世界有救啊，众生有救啊，灾难也有救啊，不在别人，全在自己啊。这个事情推给别人那就没救了，自己直下承担就有救。再看下面福田，啊，田是田地，这是比喻，以生长为意。田地里头会生长五谷杂粮，啊，来养人，所以这个取这个意思，啊，于具德者造福，这得福报啊，种福得福果。使民种福田，应供之人名为福田。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简单的介绍出来。啊，佛家叫福田。啊，福田是什么意思呢？就种福的地方。啊，什么人是福呢？应供的这些人。哦哟，应供可不得了啊！你看佛有十号，里头有应供啊。那换一句话说，真正应供之人呢是佛啊。啊，应供是他的大德，应当接受一切众生的供养。为什么呢？供养的人有福了，大福田呐。啊，你供养人有福了啊，所以说具德，造具德者造福啊，具德至少是阿罗汉呐 啊为什么？心清净，菩萨心平等，佛心大彻大悟啊，这些人是具德者呀。啊，他们造福，因为他们得到福了。啊，这才世尊在告诉我们，
众福你得福果，这叫众福田。我们要懂得众福田啊，应供之人那就是福田，应该供养的，佛应该供养，父母应该供养，老师应该供养，众生应该供养，叫福田呢。啊，父母恩田，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啊，这个后面应该都有。嗯，对，有后的，翻过来就是的。探玄记曰：“生我福故，名福田。我的福，它能够生长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的福田。”有。优婆塞戒戒名三福田啊，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报恩福田，父母师长也，父母是生我之恩啊，生命得罪于父母，慧命得罪于老师，父母跟老师对我是有恩的、这恩田啊，所以父母是应供，老师也是应供啊，应该接受我供养，我们应该供养他。那第二呢，功德福田，这是三宝，佛法僧啊。那么现在有人说这个僧已经他不持戒了，甚至于行为还不如在家人啊，现个出家相，要不要供养呢？要。为什么？他既然是这个形象，我们是恭敬三宝，他现的像是三宝之一，他自己破戒不如法，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们不能几个人败坏佛门，把整个佛门都把它放下，这是错了啊！一万个出家人里头，99个不如法，还有一个真如法的，都不得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叫我们礼敬祝福，那是没有分别的，他的功德大了，他不是看作僧了，他看到了出家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得了吗？他心目当中是供佛，他不管他是真僧假僧，我心目当中是共僧，你就得福啊！不可以起分别，不可以起执着，起分别执着，你自己把你自己福田破坏了，别人破坏不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大圣大贤诸佛菩萨都教导我们，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虽然是个破戒比丘，一切都不如法，他的本质是佛，他的本性是善，所以你从本性上去看，他是佛，他是神，我们就应该供养他。所以十大愿望里头
广修供养没有分别心，业力平等供养，都是把众生看作佛啊，所以他能成佛。佛眼看众生全是佛，凡夫看诸佛如来都是凡夫，真的境随心转。所以问题，我们是什么心？外面就是什么境啊？我们是个佛心，所有境界都是佛。我们是菩萨心，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你一看到是个破戒比丘，那是你的看法啊。真破戒假破戒与我们不相干，要看我们自己用什么心，这个才重要。希望我们从今以后不再用轮回心了，用轮回心，你看的、你想的、你说的、你造的，全叫轮回业。那往后呢，继续不断在搞轮回啊，就干这个事情啊。我们把轮回心舍掉，净宗是大乘，大乘是菩萨。那我们至少要用菩萨心，用什么菩萨心？用普贤菩萨心。为什么？这部经第二品就讲到德尊普贤，所以净宗是普贤心，净宗都是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净宗的修学是以普贤十愿为主，那我们用的三福、三合、三学、六度，那是辅助啊。十大愿望是主课，这是我们补助的课程啊，选修的课程。十大愿望是主修的课程。啊，我们有前面这四种，把我们十大愿望修圆满，这叫真修啊！啊，你不懂这个道理，不是这样修法，不是弥陀弟子啊！弥陀弟子在变法界、虚空界普遍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受到一切菩萨的欢喜赞叹，我们凭什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凭这五颗就对了。啊，五颗有宾主。啊，普贤菩萨是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不是普贤菩萨啊。所以大乘经里面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普贤菩萨没有分别执着，其他的菩萨还有分别执着，至少还有分别执着的习气，普贤菩萨没有了。啊，这是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定的行门的五门功课。勉励我们同学个个自动自发要把它做到。
啊，所以这个佛田讲到报恩佛田，讲到功德佛田，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何况佛又是我们的老师，啊，是老师，佛也是我们的恩典。第三呢，贫穷福田，贫穷困苦之人，我们要供养他，我们要布施他。啊，你看菩萨布施，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供养，就不叫布施。功德不一样啊！啊，普贤菩萨对众生是多么尊重啊，都把众生当作佛看待呀。啊，所以极乐世界成佛快啊，道理在此地。啊，没成佛之前，已经把所有众生都看成佛。啊，平等的供养，供养慈善善者，均能生福，故戒名佛田。啊，那你要问，供养哪个佛大呢？哪个佛比较小呢？不在对方，在自己的用心。你的心越真诚，你得的福就越大。啊，心里面如果带着怀疑，带着傲慢，带着勉强，这福就小。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如果你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布施贫穷人，那个福报跟供养佛一样。为什么？佛清净平等觉。啊，你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供养，还得了啊？啊，你得到的福报是圆满的。由此可知，人人都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修究竟圆满的佛报。只是你不认识，机会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啊，你还是一个怜悯心，哎呀，这可怜吧，给他一点吧。啊，有福福小。吉凶祸福啊，完全在自己存心啊，心地真善、真净、真慈悲，祸害全消掉了。啊，福德完全现前了。经经云：“最深福田，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当中啊，最为殊胜呐。”这最深福田是谁呢？从这一句的意思里面去看。最深福田，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就是最深福田。为什么？他现在虽然还没去，他肯定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在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
这桩事情，要不是经文摆在我们面前，几个人知道？几个人相信？你也想一想，有没有道理？84000法门，在现前这个时代，只有念佛往生能得度，其他的种一点善根而已。这一生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为什么烦恼断不掉啊？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没有啊！不待业，一定要断呐、啊！断太难了啊！只有这个法门准许待业往生，所以。只有这个法门能帮助我们了三生死出三界，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道啊，这就是菩萨与种种佛天中最为殊胜。你往生世界极乐世界，你是菩萨，现在你还没有去，你是准菩萨。准菩萨，你在种种佛天当中还是最为殊胜，这没人知道啊。啊，我们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一个信念决定不动摇，决定不会改变，那你就是真的是准菩萨啊！这是佛天大陆的大佛天的，这不是小佛天的。净音素云能生无善名胜佛天啊，无是一切众生，能帮助一切众生生善，这就是殊胜佛天啊！你看，以能令众生出生善根，故名善佛天。因从善根，复可生长无量诸佛之果，与善因也。这些话都是真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五门功课：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非常简单。20多年前，我们在美国提出，洛杉矶印海法师看到了。非常赞叹，所以你这东西很好记呀，就是五条啊，简单明了啊，太多太杂了记不住，变成形式会落空啊，不能杂，不能乱，要求实效。
但是实效一定要从儒释道三个根做起，后面才一帆风顺。如果前面这三个根也是做不到，你要把它看清的，这五个变成口号，为什么呢？你决定做不到，根要扎稳了。弟子规认为是教小孩的，人都轻视他。学者、专家、博士、教授，几个人看得起弟子规？几个人重视弟子规，就赞叹弟子规？没有啊，所以他不是菩萨，他救不了众生，他救不了社会。如果真正明白了，从弟子规上得到好处了，这个人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他就是大福田。世间福田，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这传统文化论坛，你听听他们的报告，甚至很多人学习《弟子规》，他们的心得分享，真正改过自新。那是佛典，真的不是假的。由此可知，认知太重要了。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成就他？那么换句回头来看，现在对佛法认知的人少。中国古代150年以前，那最盛的时代应该是在嘉庆以前，中国社会对于儒释道的尊重到了基础。所以社会安定，国泰民安了，人民幸福礼仪之邦传统文化的盛世，这历史上有记载这现代衰了，衰到低谷了。为什么呢？没有人相信他了，对他都打上很多问号了。这现象非常可怕产生的国报论灾难。社会动乱，地球在变，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生在这个时期，算是非常非常幸运，遇到真善知识。通过多年学习，逐渐逐渐的明白了，不容易。
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懂得了，相信了，肯定他了。现在缺乏的就认真落实。我们如果认真落实，就变成此地所说的最深福田。我们要不要？福德、智慧，福德、智慧圆满就成佛了。菩萨具足最深福田，但是还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圆满就成佛。念老在此地提醒我们，他说：“于为是明灯最深福田”两句，应于下文：“殊胜吉祥，堪书供养，作一切土。”好，这个四句做一口气读下来：“为是明灯最深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特别提醒我们，好啊！其义自见呢，不需要解释啊，意思你能信就明白了。殊胜吉祥呢，又是文殊菩萨的圣号。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是梵语音译过来的，这里面的意思就是殊胜吉祥。所以文殊也称为妙吉祥。底下讲了文殊界文殊师利，文殊可以翻译为圣妙第一，师利可以翻译为德吉祥。文殊师利是梵语音译。他是诸佛之师啊，七佛之师。曾经七尊佛都是他的学生，他有没有成佛？他成佛了。他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以菩萨身份出现，那么这都是古佛再来的。大日经称文殊为妙吉祥，文殊表根本智，乃七佛之师，故殊胜吉祥啊。今极乐诸菩萨居文殊大师之智德，寥寥见自性，故为最深福田，堪受人天之供养啊。普贤菩萨，普贤是完全翻成中国意思了，普是普遍，心量多大了，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是圣贤。这叫普贤呐！文殊表根本之啊，普贤表厚德之啊。文殊主智啊，普贤主心啊，也就是文殊的智。要普贤的行完全把它表现出来，落实在普贤。普贤菩萨放光啊！那文殊的智是什么呢？不就是普贤摄愿吗？礼敬诸佛。文殊智的光芒，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这是七愿。后面三个是回向。十愿，前面七条十愿都是文殊菩萨的厚德智。文殊菩萨是根本智，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厚德智？三个回向。是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这是菩萨所修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求无上菩提，目的就是求利益众生，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幕后普界回向，那是回向实际，就是回归自性。我们才真正能做到啊！是欢喜去做。十愿用什么方法落实？就是前面讲的六合、三学、六度用这个方法来落实用心，三福是存心。在思想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要守住六合敬。六合敬我说的很多，不要求别人跟我和，要求我跟他和，这就对了。要求别人跟我和，你这一辈子做不到。要求我跟他和，随时可以做到。这到底什么原因？那我们这不吃亏了吗？不上当了吗？中国古人是有句话说得好，吃亏是福。什么人怕吃亏啊？俗人怕吃亏。什么人不怕吃亏啊？觉悟的人不怕吃亏。
提出吃亏是福，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不与人争，是善了，是德了，处处能让。啊，别人喜欢说话，我听，恭恭敬敬的听。你说累了，不就不说了吗？我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抗战胜利，我在南京第一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啊，年纪小，好高骛远，傲慢习气很重。啊，喜欢挖苦人，缺德了。啊，我班上有个同学，真的是忍辱功夫很高。啊，我偏偏就瞧不起他。当面也挖苦他，背后也批评他。啊，可是这个同学，他见我面那是很乖，什么话都听，不管怎么批评，从来不回话。啊，他在背后呢，我听别人告诉我，他都赞叹我。啊，没有说我一句不好的。一年，我给他道歉了，我就向他学习了。我这一点忍辱功夫跟他学的。啊，这个同学姓白，白振华。啊，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了，没有联系这么多年，我很感恩他。啊，他是用身来教我，感化我。啊，我在他那个地方学会忍辱啊。啊，他把我小时候这些毛病习气改过来了。啊，被他的那种真诚。啊，人确实都是好人。我们看的常常看错啊。啊，有这么多好人提醒我们，让我们觉悟过来，醒过来，怎能不感恩？啊，所以布施是福田。供养是福田，忍辱也是福田呐。那细细想想，诸佛菩萨所教哪一样不是福田呢？啊，要细心去体会，细心去观察，认真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